大家好，欢迎收看《食在凡间》。今天不是水哥的生日，也不是阿敏哥的生日，但是我们放假的日子。为什么坐监？话说，整埋個龍蝦包，龍蝦包都正喎、啊！哎呀，哇！哇咦，點解唔係 Crook 二千嘅？喂，唔係香檳，我要香檳啊嘛，大佬啊！唉，粗粗地飲住先啦。是但是但是，懟住啤先好嘛？懟住啤，使唔使猜妹啊？放完監出嚟，咁我哋今日 celebration 慶祝一下，咁可以點慶祝呢？嘿嘿，一人一個龍蝦包。呢度係啊，二八八二啊，海利公館。喺你公館係咪？喺你公館呢一度啦，個龍蝦包就好出名。個特別之處啦，我哋係用咗呢個魚君益，想都想唔到啊！魚君益食雲吞麵噶嘛 ？Chinese 喎，即係 fusion 喎 ，fusion 喎 ，fusion 啦 ，fusion 係唔係一般傳統嘅龍蝦包？其實佢都係係喎，真係佢哋唔會加辣椒醬嘅 ，Tabasco 唔同嘅。魚君益咧嗰種辣味咧係有層次過 Tabasco 嘅。我講咗個要吹蠟燭先啊！我哋嗰、那個。這個吹蠟燭之前我要在這裡多謝我的好朋友就專門在新加坡帶個班蘭蛋糕，這一間的班蘭蛋糕是一支棒的，我們慶祝我們出街去吹蠟燭好嗎？好，一二三，哎呀沒許願啊。 Anyhow 我想試吃了先、其實呢我覺得吃這麼大的包怎麼吃呢？刀叉享受嘛，真的刀叉享受，劏它一半先啦。我曾經在日本見過有一隻漢堡包，它不知道是二十幾、三十層樓咁高嘅，咁高喎、啊！使唔使擔梯？咁高的 burger， 我喺度諗緊點食咧？我唔客氣啦。誒，點解你冇邀請我吃嘅？係，嗯，真係呢個叫自私龍蝦包 ，cheers， 自私到咧，唔記得 share 一半俾佢食。同我喺美國吃的龍蝦包不同嘅，係咩？係點噶？我在美國吃的龍蝦包是用 lobster tail 的尾去製作、其實汁都是它的靈魂和氣質所在的、如果它用 wasabi 去溝醬汁和你用魚君益和它用的蛋黃醬都是那個感覺不同，當然它用的龍蝦的品種也是很大關係、說真的我們吃開龍蝦包我突然之間想到你有沒有被人坑過？喂，你看我的款怎麼可能被人蝦？我當然是朋友蝦別人的那些，我挺身而出的那隻來啦，真是擺到明。好像這樣的話，即是應驗了一句說話，是人善就容易被人欺的。 我有被人蝦的，我想我被人蝦的就是我做空姐那個年代、我想做空姐講緊廿年前，我就飛 business class。 你知道 business class 在當其時啲人懶巴閉，覺得我坐商務客艙我都有啲料到。但係咧，好多時商務客艙嗰啲係公司付費俾錢俾佢哋。你嗌佢自己俾啊！我睇佢坐多幾多程。有個兩公婆一齊坐 business class 嘅，咁嗰個你知睇完報紙之後咧，但係睇完報紙就將個報紙抌落個 seat 位後面，但係後邊因為係嗰啲滅火筒啊嘛，咁我就必須同佢講，我仲要咁樣喎。不好意思啊，太太，我哋後面有啲安全措施，你唔可以。如果你要抌垃圾咧，你俾我幫你抌啊。我坐咗 business class 啊，就算我抌啲垃圾落地，你都要執噶啦。當其時裏面係 F 字聲四起啦，孖聲四起啦。And then 我仍然好 nice 咁樣，我唔緊要啦，我就默默地咧好慘，唔該俾啲音樂，就幫佢執到啲報紙拎去廚房。一入廚房，我即刻佢唔知你啊！真的係咁樣出邊算是好咗威咁係咪啊？誒，我同我啲同事講，嗰個坐喺第幾座乜乜乜，嗰個誒好嬲啊咁樣。咁啊，收完之後咧，一打開個窗，高貴嘅空姐咁樣出去咯。呢啲咪尊嚴咯。